第一首歌曲是《甜蜜蜜》，来观察组把耳机戴好。喝口唱清，轻松稳赢。就是这个调非常好。有像林允，孙艺肯定唱了。是凯哥，是凯哥啊！他刚刚想跟上。凯哥，他牙都没咬上。凯哥喉咙都没动，看注意喉结，看这儿。肯定是凯哥，他平常唱歌不是这样的。什么？好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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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听。好的，可以摘下耳机。凯哥肯定假唱。凯哥假唱，因为凯哥喉结根本没动，他牙齿都没碰到。对。我想凯哥假唱。嗯，凯哥假唱。凯哥平时唱歌真不是这样的。那确定了吗？确定了吗？你。凯哥吧。凯哥吧。嗯，凯哥。凯哥假唱。恭喜你们回答正确！我下次把喉结捂着唱，勒着自己唱。